享受游戏，热爱生活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孔轩啊，先跟大家分享我的世界五个你不知道的特殊技巧。第一个，在 MC 中有许多的新玩法都离不开一个核心物品盔甲架，你可以用它做出独特的路灯造型，以此来为我们平淡的花园增添一丝色彩。而制作方法只需要你用到台阶和活塞便可完成这一切。尽管这些路灯的外观十分出色，但这只是受欢迎的替代品之一。你还可以选择利用盔甲架与岩浆融合，做出类似于火炬外观的照明工具。将水源放在底部，持续保持盔甲架的温度恒定，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源源不断的火焰燃烧。当然，更进阶的盔甲架玩法，你还可以把身上全部的钻石堆积摆放在一起，无时无刻彰显着你的财富能力。而为了方便大家快速摆放钻石堆，你可以直接使用数据包一键完成这样操作，直接省去了堆积钻石这一繁琐的过程。而且最大的好处就是，钻石堆积在院内，你还可以轻松方便的从上方拿放自如。数据包存档我已经放在置顶评论供大家游玩。对了，在体验之前希望大家点一个免费的赞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第二个，半张床不知道大家可否见过，你又会拿它来做什么呢？我会将其全部拼接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具有弹性的地毯装饰，或者选择不同的颜色床板，组合出多种花色的地板纹理。甚至半截床的材料你还可以用在卧室当中，借助调饰棒和六张床拼接出现实生活中才会有的1.8米大床款式，幸福感直接蹭蹭的往上涨。第三个，建筑房屋是每一个 MC 玩家必备的技能，很多玩家可能会想到挖三填一，但也许还有更好的方法。你可以通过放置一圈树苗，然后用骨粉催熟它们直到成年，现在你就可以不费摧灰之力便可以获得一个现成的房屋。虽然外观不太惊艳，但论实用性绝对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。如果你觉得树苗和骨粉所占资源太多的话，还可以选择建造蘑菇小屋，它除了用料简单外，搭配一些活板门与梯子等小装饰，便可以做到一个精致美观实用的小屋。第四个，最新测试版本加入了一个新方块，叫做幽逆催化体。每当它周围有生物阵亡后，它都会吸收经验感染扩散周围的方块，进行三个阶段的进化过程，分别是幽逆脉络、幽逆块和幽逆尖啸体。而有意思的是，这其中被重生的石头只会被定格同化到第一阶段，借助此特性，我们就可以提前准备画好一个心形，然后再用与石头外观没差别的重石方块替换，最后给予它经验吸收，一个提前准备好的心形图案就会逐渐显现。现在你就可以悄咪的来一场浪漫的 MC 式表白。第五个，众所周知，拉杆拥有东西南北四种不同的转向，而凭借它特殊的外形与铜条结合，制成类似于管道的装饰，便可以模拟出赛博朋克风格的地图。而这其中关键的拉杆方向，你只需要用到调饰棒右键即可完成。与此相同的设计还有欧式蜡烛壁灯，用拉杆作为支撑块，然后在上方放上你想要的蜡烛，相比于普通的火把，这样的照明装置更具有氛围感。好了，那么五个你不知道的特殊技巧已经交给你们了，这个免费的赞当学费不过分吧。讲完了，那咱们就下期再见吧，拜。